主料竹笋50克银耳50克枸杞10克辅料冰糖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准备的材料银耳泡发后去黄地洗净竹笋浸泡后剪去头部和花芒锅中加入适量水放圆银耳待银耳粘稠时加入竹笋放入冰糖最后加入枸杞烧煮一会即可。烹饪技巧竹笋要剪去头部和花芒部分避免影响口味。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